韩团 Super Junior 成员金希澈今年将迎来39岁，过去坚持不婚的他却又在前阵子提到父母一直希望他能赶紧成家，当时就脱口等到疫情结束，明年年初会邀大家参加我的婚礼，引发热议。近日更传出他豪砸50亿韩元购入首尔江南区高级公寓，邻居更是众星云集，备受关注。根据韩媒报道，金希澈新购入的房产坐落于首尔江南区，该栋属于别墅型高级公寓，除了室内装潢使用高价材料外，并高度保护住户隐私安全，因此吸引全智贤、车胜元、朴叙俊等知名艺人入住。有趣的是，在希澈购物消息曝光后，引发联想是否要拿来当作婚房。但希澈与 TWICE 成员 MOMO 交往1年半后，因为聚少离多分手，仍未传出新恋情。购物是否要当作婚房，目前尚未得知。